我哋系喺嚟紧嘅今个星期六咧，就会做一个论坛嘅。咁啊，呢个论坛咧个名咧就叫做边度检喺度拣。咁啊，呢个咧就会系一个一地两检替代方案研讨会。咁当日咧，我哋系会讨论七个方案嘅，当中咧系亦都包括政府提出的方案。咁政府嗰方面咧，其實咧，我哋就嘗試就請咗呢一個陳帆啦，啊呢一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啦，我哋都曾經出信咧，就邀請啊袁國強啦。咁啊，另外咧，亦都有咧就嘗試邀請呢一個梁美芬議員嘅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咧，佢係支持政府嘅方案嘅。咁今日咧，我就首先得到陳帆局長嘅呢一封信啦，咁就佢嘅回覆咧就係拒絕出席嘅。咁啊，當中咧有啲地方都幾有趣嘅。咁就不停話俾你聽咧，就我誒嚟過立法會啦，我又開過呢一個事務委員會啊，特別內委會啊，咁跟住咧就咁佢好客氣話抱歉，就未能應邀出席9月16日嘅公開座談會，咁就話會一直保持下呢個溝通啊咁樣，咁但係咧佢就但係咧就冇話邀請同我哋關注組見面。我到今日咧都未收過咧政府嘅任何邀請，係邀請關注組嘅成員去作見面，直接見面嘅。咁我覺得呢個非常之可惜。咁關注組咧就可以話係咁多個唔同關於一地兩檢嘅團體之中咧，一地兩檢關注組咧係最早成立，亦都係最早講出我哋嘅立場。但係好可惜，到今日一個正式嘅邀請都未有。我覺得政府嘅誠意咧就好似你話齋。把口就好方便啦，咁但係咧就行動就似乎配合唔到嘅。